實本來之前一直都有嚟睇熊貓嘅，嚟多咗兩隻覺得好開心咯，都好期待啊！但係就其實想希望個館再大啲咯，其實因為個館其實可能對翻佢哋以前嚟講有啲細。本身佢依家個名都可以噶啦，安安好好啊嘛，夾埋都 encore 咯。佢樂樂盈盈，開開心心，我唔知道，我唔係好識改名嗰啲，都係睇大家有咩揀咯，到時再投票咯。今朝出門口嗰時係睇個新聞，知道咧佢喺搭緊飛機過嚟，希望一陣間可以目睹佢入樂園咯。多咗國寶啊喺我哋香港市民。有個觀賞的價值，我覺得一隻叫嘉嘉，一隻叫樂樂，代表我們香港市民嘉嘉開心快樂，很開心啊！聽到這個消息，我們一半都是說配合今天過來的。 我就覺得他們呢，即是中文名呢改啲有意思啦，歡樂啊，即係開心嘅正面啊，或者不妨改翻個英文名俾佢哋都好嘅，因為香港國際都會啊嘛，有中文有英文。